庭破晓。孔明不在，你们不过是群有勇无谋的莽夫。元气弹。来得倒快，这下不妙了。快别到我们身后，司空大人。纵使你是孔明，也算不到我的队友会在这时候赶到吧。来得好，两位，一起反打一波吧。万物燃尽。大人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我忘了这是一个3D 游戏。这我还真没算到。